中国人有道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带兵打倭寇的，是我领队，与他们俩无关。希望你能够放掉我的女儿跟侄子。やつらの話してる。この刀は坂本家代々の武士の栄誉だ。 君はこの刀を恥ずかしめることもないと信じている。はい。大伯，让我先会会这个小鬼子。 这是要干嘛呀？他大当家不会要拼，拼拼命吧。都别动，抄好家伙，听我招呼。我来替这个蠢到明知送死却不知回头的人比偿我。这哪来一个脸蛋光鲜的女将啊？哎，你是哪路神仙呢？山野之人，不值得同名报姓。等会儿。 让我猜猜，你是我岳父大人新娶回门的小妾，对不对？哎，老爷子，你怨妇不浅呐！你妹子才给人家当小妾呢，劝你嘴上积点德，胡说八道得送命的。这个女人要求要上来比武。好，问问她什么来历。司令官问你，这无缘无故的。 你干嘛要淌这个浑水啊？为了一桩不共戴天的血仇，葛老财与我有人命欠债。婆娘，你可听仔细了，这阵势可不是你们女人玩绣花针，这可是玩命。废话少说，刀剑上见高下。怎么个比法？在中国人的地界上。 当然是要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，生死由天。他杀了我，怨我学艺不精；我杀了他，怨他命短。先答应了我的条件再动手。假若我胜，你们要把葛老财这死鬼交给我。
我答应你了。好，在场的各位乡亲父老，做个见证。俗话说：“欠债还钱，欠命还命。”今天，我原本是来向葛老财讨还命债，现在带他出场比武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带他走，用他的人头祭奠亡灵。 当家厉害，好功夫！舞刀弄枪嘛，这东洋人得认咱中国人为祖宗。一个不中用，不服气的话，三五个一块上来玩吧。 Yeah.